张涛现在是整个伊犁州最幸福的人，别人想翻点地干点活干不上，啊？哦呦，这样子干点活太难得了，现在，哈哈妈，你给张涛没事干造车开始了，哎，奶奶呀，你这真是，我们都要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，这地开中翻的呀？哎，别都东翻，东翻开中翻，东翻应该把那个杨副拉点过来，让小东过来霸占朋友嘛。这样子吧，开头你们说吧，这天气你们自己看行不行？小马成雨也不多，昨天下了一天的雨嘛，是吧？但是我早上收拾过房子，完了之后，这三点半了怎么没动静啊？光我姐在那赚钱赚够，他们人来都干啥呢？哎呦呦呦，这你在门口干啥？在车上在玩着呢。哦。哦，那嘛。玩傻子。玩傻子呢。嗯。几点嘛？三点钟不做饭嘛？你在这转转转的。你姐不是今天给我们做吗？姐行不行啊，手艺？哎，这顿饭随便做了吧？咱们这个新疆的做饭还随便可以做吧，做一顿。做啥饭？丫头跟你说了没有？啊，给不鸡？那我看他把鸡蛋弄去了嘛。椒麻鸡、大盘鸡、辣子鸡。看到是他做啥，我们吃啥。好吧，今天奶奶，哎妈，你闲上一天行不行啊？啊妈，我干点，这都是慢慢干的活呀。一天干一点。啊，一天干一点，一天干一点。今天干净了吗？好吧。少动，少动，哎呦，栽到沙子里面，少动爬不出来了。你把你绳子看点起来，在沙子里面看。这么烦，回来那个不也就？要重新洗了的。啊，家里娃娃多，你看这院子收拾不过来嘛，真正收拾不及。鸡已经煮熟了，就是那天我买两个土鸡的第二个土鸡，鸡汤东西撇掉了啊。哎呦，我姐可以啊，这有模有样的，收拾干干净净的啊。这是做啥今天啊？撕开干啥？鸡丝面。鸡丝面。嗯。哎呦，鸡丝面是就是带汤那种是吧？对，老人小孩都爱吃，而且还营养。是吧？嗯，看着不错。今天我姐露一手，他们都说我姐像我爸，其实我姐你们要仔细看像我姑姑，就公间的姑姑特别像。你就是苏凯的妈妈，嗯，好吧，期待你这露，嗯，期待你的鸡丝面啊，马南鸡丝面，英式啥和林鸡丝面，临河鸡丝面，马南鸡丝面尝一尝。嗯，今天尝试一下。哎呦，马老板没发现啊，会的多，别说这两年结婚之后啊。当妈的就是不一样啊，必须得会这些东西。但是切面还得麻来，麻的切面手艺不是。切面我姐也可以。啊，你好妈，我看一下。切宽一点。好，切宽一点。虽然说你妈妈干的好嘛。你给自己找台阶呢，这是切宽一点。你妈和妈对比一下啊。可以，给妈 PK 一下。切面这一块还得看我妈哦，三十年的手艺不是吹的哦，这笔机子。比鸡子切的还细吗？还匀称吗？看到没有？全靠感觉。这个面就是绝了，切的。看这个粗细程度。这就是百炼成钢。百炼成钢。先把鸡汤倒到锅里。兑点水啊！煮鸡的时候放的花椒、生姜，放盐巴了吗？是吧？清淡为好。嗯，调调味儿啊，自己调。这个面真是鸡丝面。面跟鸡丝一模一样的慕斯，放点院子小绿菜，稍微烫一下行了啊，绿菜不能烫过了。哎，老面了。来点鸡丝。嗯，葱花，香菜。嗯。哎。菜好。然后肉汤。这滚烫的这个肉汤。鸡汤。添了点蔬菜。哇，小朋友们在嗨呢，还在玩呢啊！张涛说等会再吃，咱们就开始吧。今天我姐做了鸡丝，哦，这个鸡汤香味啊，爸。嗯，窜得很，窜得很。把这院子窜得慢慢的嘛，这个。今天丫头有心啊，我们今天去改良了去。鸡汤面，哦。是妈妈的手艺的传承。妈第一次吃吧，这个鸡汤面。擀面是你妈的手艺传承。哎，咱们先给鸡先给来。这两天别的没有，就给鸡看病吧。咱们先吃，后面咱们再吃。一口鸡肉，然后喝口汤，这个东西有顺序、有规矩的啊。爷爷先来一口。哎呀，蘸点辣子醋汤、啊，这个。哦，蘸。蘸一个啊。嗯。这个味道蘸的很。嗯。
嗯，怎么样？嗯，行。这么麻干嘛？哎呀，这换一个吃法就是不一样啊。嗯，主要食材要好才行，是吧？嗯，食材好，这个街，咱们住到这个地方太方便了啊！啊，就像一个老百姓家，这里面都有鸡卖的，你看，手鹅、手个鸡，既给人家创造了经济，又实惠了咱们，100块钱，你说这个鸡，哎呀，辛辛苦苦喂的，你看这个鸡啊，今年的包谷那么贵，嗯，再上去。这个鸡汤里面下面，它就跟那个麻肉喇人一样，它这个味道你看选的，就咱们有香菜那个上去，嗯，可以吗？嗯，我还没吃呢这个。通通的鸡汤嘛，鸡汤里的面加上鸡肉，你看看，里面有鸡肉丝。嗯，这面奶奶擀的面也好。怪不得那个鸡丝面卖的汤好喝呢。汤是吧？汤是还可以。这个小萝卜菜。红烧萝卜。嗯，你看我们家的小可爱成仨了都。加茄子。好。有肉了，大家聚到一块了，还想到外面去。我今天一直看着呢，哎呀，我说人你看看，有物质了，有感情了，还想要自由呢，还要到外面跑着玩去了。人就是个奇怪的动物。哎呀，奶奶，这要创新。今天的饭确实做得好，头一次吃吧，应该是。嗯。啊。我们每次把鸡汤都倒掉了，没有利用起来。其实这个鸡汤这么鲜，下点面，放点香菜进去，你看，放一点葱花，这个哦，真正的好吃。汤也好喝，吃上也舒服，也暖和，肉也吃了，营养搭配。对，这个里面都一件东西都不浪费，全部营养东西都吃进来了。还很简单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。对。我今天我姐做了个鸡丝面，今天就是完美的一天啊。小朋友们到处在嗨，热头底下吃个鸡肉，完美的一天啊！妹妹吃。嗯。